好，我们那个这个 comparison 定理呢，我们就举个例子哈，来说明它怎么用。好，那其实这个定理都其实并不是那么好用。OK， 也许看起来是蛮漂亮的，但是不是那么好用。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来举个例子，其实这个例子我们已经讲过了哈，这是 linear system。好 ，dx dt 等于 at x， 加上 ht， 这是 at 呢，是一个 n by n 的矩阵，ht 都是 continuous in t。那我们要证明这个图秀 global existence。 那这东西我们已经证过了哈，我们现在只是用不一样的方法来证哈。那比如说我们这边就令它叫做 ftx。那我们看看，我们这假设呢？我们这边假设是用到是这种假设，要造出一个 scalar 方程来满足这样。那我们现在就先看看这个 f t x 这是一个 vector 的节律值啊，利用这个三角不等式，这是 a t x 加上 h t， 然后这小于等于这矩阵的 norm x 加上 h t， 那这里呢，我们现在就这个小于等于，我们现在用这 maxima of 这个 t 零到 tau 到 t， 这个 a tau h tau。这两个最大的，然后再乘上这个 x 加一，那这个这一项呢，我们就叫做 gt 啊 ，OK， 那这个东西我们叫做 psi。x， 这里 where c u 等于 u plus one， 所以呢，我们这边的 ftx ftu 呢 ，ftu 就是等于 gt 乘上 psi。U， C U， OK， OK， 那因此呢，我们就考虑，我们现在看看呢，那我们现在就是买
by comparison 定理 theory。好，那我们就知道这个 xt 呢 ，xt 小于等于这个 ut， 哦 ，ut， 好，其实我们这个要，这那边是用 v 的哈，我们现在全部把它改 v 好了 ，v t， 哦，这是 v v v， 要 ，OK。哦，那所以我们现在 就要 claim， 哦，这个 v 这个解 vt 呢，exist for all t 大于等于 t 零。好，这个，这边，所以我们看看，这是 d v d t， 它是等于 f t v， 好，那这个东西等于 g t， 是 v， 好，好，那。是 v t 零等于v 零，好 ，OK， 这 v 零是大于等于这个 x 零 ，OK， 我们要证明这个 v t 它是。它是 global exist， right？ 它的 interval of maxima interval of existence 是全部的，好。那我们现在这个怎么做呢？假如不是 ，if not， 哦，的 vt 的 maxima interval。of existence 是，比如说 t 零到一个 v， 好 v， 那我们就知道 ，then v t 它的绝对值。反正它是正的哈，是趋近于正无限大，当 t 趋近于 v 这样 ，OK。那我们现在就用这个 by separation of variable。variable， 我们就这个方程哈，哦，这一项，我把 separate variable， 哦，那我们就得到这个，d v psi v c v 哦，然后。这边是 gt dt， 好，然后呢，我们由于是这样 ，right， 好，所以我们这个积分呢，因此是
这个吴怡林哦，这吴怡林，吴怡林接到政务县大，一吴怡，四吴怡等于，这边是 T 呢，是从 T 零接到 B， 接 T。T， 好，那我们要得到一个矛盾，那这矛盾怎么得来呢？那你看看这一项，这一项是 finite， right？ 因为这个 GT 呢是个 maxima， 两个 continuous。两个连续函数的 maxima 也是连续 ，right？OK，、okay. 哦，这是连续，这是连续啊，它的其他的 maxima 它也是连续 ，OK。那这个连续函数呢，积分呢，在一个 finite interval 一期的话，这是 finite，right？ 但是呢？这一项呢，就不是了。你看这一项，但是C V 我们这边是这个是 V 加上 V plus one。所以这是等于 log v plus one， 这是无限大。好，那我们就得到一个矛盾。哦 ，this is a contradiction。Okay. 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这个 maxima interval of existence 是全部的啊，哦，那所以呢，这个 xt 它的这个 maxima interval of existence 也是全部的啊，哎 ，OK。所以这个这是一种用 comparison 定理， comparison 定理是说用一个 system 的这种绝对值的方程式呢来跟另外一个 scalar equation 的比较， OK。 那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就叫做我们要讲的是这个 corporate system， 这是个合作的 system， 这是很重要的。这个在合作系统里面，我们是有 differential inequality 可以用。好，那就说。我们 consider autonomous system x prime 就 dx dt 等于 f x 啊，那这个 f x。有 f1 x f2 x fn x 是个 vector function。 那 we say oh,
这个 system is cooperative if partial f i partial x j 是大于等于零。当 i 不等于 z 的时候 ，OK， 这是一个合作系统。那我们现在呢，就要讲，事实上在合作系统呢，我们是有所谓的这个 differential inequality 啊 ，OK， 所以我们现在就。那在讲这个以前呢，我们就必须要 define 一些，哦，这是 order in Rn， 哎，那比如说这个 x。x 一、x 二到 x n， 它是 O 是空间的一个点。y 1 y 2 y n 是 O 是空间上面一个点。那这两个点怎么比较大小呢？啊，这 we say。x 小于等于 y，if and only if 哦，这是 x i 小于等于 y i 或 o i 从一二到 n， 我们要先 define 一个 order 哈，那 x。小于 y， 这是没有等于哦。一边 only 哦 ，x 小于等于 y， 而且 x 不等于 y。好，那 x strictly 小于 y，strict 哦，就是 x is。Strictly less than y. Okay. If and only if x I 小于 y I. 哦 ，i 从一、二到 n. Okay. Yeah. 所以呢，这东西我们说，事实上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讲，就说，哎 ，consider the cone k， 好 ，k 就是 x。这些 x i 是大于等于零，好，啊，这个 interior of cone 是 x 大于，所以呢，所以这个 x。小于等于 y 是 if and only if， 就是 y 减 x 落在这个 cone， 那 x strictly 小于 y 是 if and only if y 减 x belong to interior of cone， 所以我们这个点的这个的。
OK， 这个点的比较大小。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给个 definition， 好 ，definition 就是 f 是 f1， 就是我们现在这 fx 是个 vector function 啦，是 f1x。fnx 啊，这个函数呢，当然是 f 是 rn 到 rn。Okay， 好，那这个 we say。F is of type K if 这是 definition 啊 ，for each i 啊 ，f i a 小于等于 f。I B， 哦 ，for O A B belong to D， A 小于等于 B， 但是 A I 等于 B I， 那这叫做 Type K。那这个 Type K 呢，就说 A。所以这个有一个最重要的应用哦，就是当 app 它是 corporate system 的时候呢，哦 ，if app is corporate of the这个应该怎么写？就是说，哎，如果呢 ，partial f i partial x j 大于等于零，当 i 不等于 j 的时候呢 ，then f is of type k。OK， 这个。Okay， 你们可以去 verify 看看，就说它是 type K 的时候呢，它这个 component 第二个 component 它是这样呢，是 increasing， AI 等于 BI 对不对 ？Right？ 啊，对，其他的 A 小于 B， 哦，它是 increasing in XJ 第。其他的对不对？它是 increasing， right？ 好，所以这 definition， 好，那下面这个定理呢，是一个重要一个定理啊 ，theory。这叫 Kamki， 这为什么叫做 Type K 呢 ？Type K 可能有两种意思啊，意思是 Kamki 这个人他做定理，哦，那其实这个定理是已经非常古老的定理，在1920几、1930几年就有这个定理，可是这个定理呢，它纯粹呢就是要做什么东西呢？就是要把这个 differential inequality
在 scalar case 把它推广到 system， 就这样而已。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没有什么用。那直到在一直过了六七十年以后呢，在1980年的时候呢，这个 Heinrich Morse 他就是用他这个定理呢，把它推广到这个 monotone dynamic system， 变成一个非常有用的 dynamic system。所以这个好，那我们现在就说它是 lin f t x b of type k for each t。这 ftx 它是一个 vector function， 那对每个时间 t 呢，它是 f， 它是 of type k， 这个 in x， in x， for each t， 然后我们现在考虑 consider dx dt。这 system， OK， 那现在呢？所以这个 xt 呢是个解哦，是个哦，这个比如说这个 xa is given。那 xt 是这是 initial value problem， is the solution of initial value problem。 OK， 那现在呢这个就说如果第一个，如果 yt is continuous， 按 ab， 而且它的 right hand side derivative yt 大于等于 fty。我们现在就有大于等于，这是这种 order，OK，、okay? 是这种 order 了，这 ya 大于等于 xa， then yt 大于等于 xt， 或O T 介于 A 跟 B 中间，那其实在应用的时候呢，我们都事实上是 differentiable， okay， differentiable 就直接用 differentiable， 然后这边就变成 Y prime T。就你用什么 right hand side derivative 这些都太 general 了。okay， 那一样的就是说，如果呢，如果 gt is continuous， 而且呢。它的 left hand side derivative gt 小于等于 ftg， 然后 ga 小于等于 xa， 那则
GT 小于等于 XT， 或 A 小于 T， 所以这个是，就说我们要加一个条件，加一些这个所谓的单调性的条件 ，monotonicity， 就是这个 type k， 好的条件呢，那我们就有 differential inequality system 的啊。啊，这个定理呢，是这个1980年代以来，这个monotone dynamic system 的一个最重要骨架。这个，那我们这个这个东西呢，基本上的精神呢，基本上的精神就是利用 scalar equation， scalar equation 的 differential inequality 来证明，对。那这个 OK 好，那证明这个定理呢，我想是要花一些时间哈。我们现在剩下时间也不多了哈。那我看看，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哎，这让你们慢慢消化。哎，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大家都是普通人了。哎，有一次我女儿问我说：“是爸爸，你这个你认不认为我很聪明啊？”那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回答。我只要给她回答说。就我知道，我自己并不是一个聪明的人，所以，那这个世界上真正聪明的人是没有几个 ，OK， 大家都是靠努力学习，才变得有点优秀，对不对？你说台湾现在很多这个自优生都是假的啦。就是比较多念一些书而已。OK， 好，我们今天上到这里哈。